子。啊，你不是说你没兴趣，只想看啊？怎么突然又说想要进来？是啊，我跟你讲哦，他们审核我们推荐的话是一回事啊，审核是他们那边一回事，所以不一定我们推荐有用啊。可以唱歌吗？不行，不行，晚上了，白天的话还可以，但是可能可以。不代表一定可以，对啊，我是在香港。主要是因为明天我白天就要起床出门，不然我想就是在白天当个早班，然后晚上就是忙着跟。就是礼拜二、礼拜三、礼拜五的固定台，哎、欸、啊，然后不然就是帮老天顾台这样子。为什么要开这么远？我要去采原料啊，我要去采毛线，我才能回来做布啊，对不对？第一次看我直播，你好你好。之后啦，因为其实我这几天想很多东西，因为都已经在做实况啊，可是我每次开台时间都是固定时间嘛，可是固定时间时数又太少，这样也不算称职的啊，对不对？如果真的是说要做游戏实况的话，你一天不开个五小时以上、八小时以上，还说自己实况主这样子，有没有不觉得很奇怪？而且我以前也很佩服我自己，那当时玩星露谷的时候，一天就开个八小时以上，我真的是很猛哎、欸！不要当白天没人会。不要当，我知道啊，你当我早上都没有在看台吗？我都有在看哦，所以不用教我一些，应该说不要教我警察以外的东西，对吧？因为我都顾老天的台啦，所以就警察部分的资讯我会一些些。像你说什么怎么钓鱼啊，怎么比那些就跑跑地方跑跑什么东西啊，像技工故事那些流程我就不知道了，不用怕，我都有在看，虽然现在会无聊一点，因为我没有同事，会比较无聊。但再给我几天时间，等我融入大家之后，应该就热闹一点点，应该啊。F2， 反正现在我要先知道快捷键呐、啊，记得 F1 手机嘛 ，F2 的物品 ，F3 是啊动作。这样，心路怀念。可是现在的星露谷变得不太想回去玩了，画质低的问题嘛，也许是哦，我画质也没有说调很高哎、欸，前面那个大妈是不是下半身陷进去啦、啊？没办法带更多补料了。好，我们再来要怎么办？卖掉它吗？
看一下哦，冯志，拜，检查身上毒品是否为成品，毒品，身上的是毒品。看一下哦，再来要怎么卖呢？一宿，一月份之，这是 RP， 哒哒，是 RP 哦。贩卖点，哦，这个、哦，上面呢？啊，我不就要只能用走的了？很危险呢，走的好了，又有点远呢。买到的话，我们就去买车。开着脏车在警局面前晃，我的天哪、啊！你、欸、好，没事。可以买 GTR 的车吗？有，但是我买不起。这样说可以吗？下车，我卖啊，这边，啊，感觉不像啊。有考驾照了吗？还没，我没有钱也没办法考啊。哦。这里卖车哦，哦卖东西哦，好，在这里，在这边假装卖东西的，哎，我身上只有布对不对？我在干嘛？我身上只有布料啊，哎。好，等我一下哦。是吗？我看一下哦。制作布料及服装啊，我刚刚不是有，他不是说材料不够，你耍我。被耍了，不开心，安全带。八，做 GT 要改成全萤幕了，哇，视窗好小、哦！不要，不要撞我，不要撞我，小黑陪我很久喽。他怎么突然停下来？他一直在增加，停，请你停下来，小黑，小黑快不行啦！小黑不要，小黑，小黑不行了。哎、欸，他这陪很久哎、欸，不然早就坏了吧。
原来你是打死去哦，我以为想你骂我去死。天哪，我说你也太凶了吧，直接叫我去死。这里吗？哇，出租车哦，没钱，没钱，没钱。哎，我怎么会有219块啊？咦，我不要。不是我的车，是有人偷给我的车。怎么是在这里啊？员工要钱吗？员工什么钱？工作车不用钱哦。哇，那我就拿那辆啦。我不客气咯。哦，所以我刚好卖掉。我说他刚说我身上东西不够。哦，好，懂了。感谢感谢。啊，我的台可能就很无聊，因为跟大家不熟，应该说我根本不认识这个城镇的人，所以应该会发展比较慢啊。不会啊，我觉得这样很好玩呢，也不是说很好玩啊，就稳定收入啊。是不是赚钱很少啦，应该会换职业啦，只是应该是礼拜明天晚上的事情。我不如去开渔船，可是渔船会沉船欸。可以跟别的 YT 玩吗？是指这个世界内的还是现实的？现实的我有邀啊，可是不过是要去别的伺服器，别的城市玩。船会沉啊！你想骗我？哦，不用钱欸，太爽了吧！这么棒的工作哪里找？上班还不用钱欸。哎呦靠哦！他不是说0块钱吗？哎呦，安全带。哦，计程车1000块哦。可是啊，感觉好，反正是之外的事情。可是你要有辆摩托车啊，你没摩托车，摩托车会比较好赚啊。That's it.